中选区立委候选人林静怡请跑行程，把握距离补选倒数第二个周末，在耶诞节早上先是到乌日市场扫街，随后紧接着造势大会，在下午3点到了雾峰的公园举办亲子活动，特地带上猫耳朵和猫爪，和年轻爸妈还有小朋友玩成一团。来，右手边的相机，预备，走在这边。不过也是因为距离补选就只剩下15天，针对监票人员争议，林静怡再度提出回应：整个机制对大家都是一样不公平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我的对手他们对于这件事，老神在在耶，他们完全不认为说有一半的投开票所没有足够的监票人员，他们觉得没有关系，他们觉得没有问题耶。那监票不是为了特定候选人监票啊？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为什么只有特定候选人觉得他们觉得很自在，而我们觉得很不安？认为对手老神在在，只是和林静怡对比，今天一整天下来行程满档。反观对手严宽恒下午则是没有公开行程。